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以今天这个主持人的角度来这个很前越的来做个小结论的话，那我就说师父呢，您不要客气，高玉仁先生刚刚所讲的要您常回台湾来多多的领导，这个是跑不掉的。如果台湾的时候真的走这个路子，我一定会。没错，然后呢，我回来讲华严经。没错，然后同样呢，议长呢，您也不要客气。刚才师父特别交代，跟随着师父走。我来讲华严经。对，师父交代您的这个工作呢，您来领导这个，你也不要推辞。领导不敢，我跟随着师父这样做。今天非常高兴啊！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这后面的几分钟里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轻松的哈，那也看到我们的净空老和尚呢非常亲和的这一面，以及我们高玉仁议长。这几年虽然淡出政治，可你看他刚才的鞭辟入里的对于政治的这个观察呢是非常的深刻的啊、哦。今天非常谢谢高玉仁议长加入我们的讨论，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谢谢净空老和尚今天再度为我们非常智慧的开示了一堂课，谢谢两位，谢谢您的收看，谢谢师父，谢谢。